コロナで日本はもう今イベントが全くないので、久しぶりにこの素晴らしいダンサーたちと集まってみんなで踊れたことが、オリンピックじゃないけどもこうなんかすごい各国代表したね、つわものたちがみんな集まって、なんか今からはすごいおもろくなるなっていう。这是街舞第四季 Welcome to the Street Dance of China Season 4 SDC You are Koso 我知道大家能力跟我不一样，不是每个人可以说那么多种语言的哈，但是也可以跟我们的队员们打打招呼，说点什么吧。Hello， 哎，同学，嗨 ，Bonjour， 大家好，我是第一季和第二季的老队长，第三季呢出去玩了一圈，对，第四季又回到家里跟大家一起见面，我是韩庚。はじめまして、僕はイボです。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欣。Harry， 我们全新的队长 Harry。Yes， Harry。大家好，我是 Henry 刘宪华啊，我是这次新的队长。然后首先就觉得自己太棒了，真的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场地有那么多那么棒的 dancer 在一起，真的太棒了。Yes.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we all have fun while we're doing this, and I look forward to all your performances. Let's go. Oh. Bonjour. Oh. Je m'appelle Henri. Comment ça va? Wow. Tout le monde.今年有很多的老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来自五湖四海。今年的赛制呢，和以往完全不同。完了，没好声。太了解这就是街舞这个节目组，没那么容易，肯定节目组会小讨。
被考核的不仅只有选手，还有队长。哇，本季我们第一阶段的比赛是一场精英对抗赛，所有受邀请参加的人都曾在这些节目里或国际顶级赛事中获得过成就和荣誉，所以每个人都将自动获得毛巾，首轮也暂不淘汰。但在接下来，你们将会随机进入四位队长的厂牌区，接受队长考核，争取出战的资格。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出战，无法出战的人将自动失去毛巾，而出战的舞者面对的是另一厂牌区的对手，你也必须尽全力获得胜利，否则也将失去至关重要的毛巾。所有没有毛巾的舞者在下一轮都将濒临淘汰。比赛规则我们参考了中国象棋的方法。中国象棋，那就有点可以田忌赛马的感觉呗。在这里呢，我有四个代表帅位的项链，代表四位队长的主帅身份。请队长挂帅。这个太小了，戴不进。都戴上了吗？戴上了。哎呦，我头大啊！要不要我帮你？啊，我帮你。可以解开，可以解。哦，来，挂上我心爱的小瓶盖。好，谢谢谢谢哥。我放这儿呢。嗨，看人家多聪明。是。在我这里呢，还有代表车、马、炮、象、士等不同的项链。这个项链需要队长们挂给队员。哦。队长们需要选择合适的人选参与之后的一 v 一、二 v 二、三 v 三、五 v 五等多轮对抗。OK， 并且队长还会亲自带领成员进行帅战。哇、wow ！这里就得考验队长的战略和排兵布阵的计谋了。就一直在给你释放压力，释放压力，释放压力。第一次来的时候来街舞这个节目，不是选人就想按照那个对角线对角线来选吗？那你让我现在排兵布阵，我还是会按照对角线这样来选。那如果又不行呢？也不用怕吧，就是也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看了前几期，然后看得很仔细，在准备，但是后来来到，然后很多规则都改了。那么如何划分四个厂区的学员呢？我们将通过一个特别流行的方式，抽盲盒。是这样的。关起来，然后拆开，从这开始。我们本季所有的选手，我们为大家都做了一个一比一高度还原的手办。真的？它里边是有那个模型玩偶，有盲盒吗？没玩过吗？就是那种特别可爱的，里面然后还有一张卡。那阿伟那头型是那样的吗？就那样啊，就那样的头型。